脸歪了怎么矫正？如问医生特邀专家白转利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美容颌面外科副主任医师。那脸歪啊，分两种，一种是天生的，一种是后天的。天生的脸歪是有可能的，因为我们见过很多的小儿麻痹呀，或者说有一些人根本也没有小儿麻痹，他就是一边脸比一边脸要歪一些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给他做一个手术的一个处理，或者注射的处理，或者提升的一个处理，然后尽量的让两侧能对称。那如果后天性的，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面瘫了，面瘫面部痉挛，他一边往一边抽，那我们可以就是说用肉毒素去处理，处理我们痉挛的一边的，就说面部痉挛的那一侧，然后呢让我们两侧的肌肉达到一个平衡，然后把它的那个歪斜脸歪给它调整好。所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可能需要不同的处理吧。